我先挑个好一点的祝福语。对，所求皆所愿，他这个所得皆所期。我找着了一个做一个对联是吧？然后做完简单对镜头阐述一下你的创作理念就 OK 了。OK， 用完了，很惊奇。要的就是个精致。来吧，这个慢工出细活的作品，给我们简单展示一下。这是两个小兔子宝宝在门口准备迎接从远方回来的亲人，然后一起准备要回家过年。这是所以这是他们的家门口，这是门口贴的一个对联，放着鞭炮，然后满上吊着闪亮亮的金色的这些小东西。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有氛围感跟故事感的红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嗯，我喜欢。好，那就留下它吧。老师礼盒，老师礼盒都是我很喜欢吃的，是各种集锦，够难吃了，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是啥？这是假发，都是些美好的祝愿，很可爱。感谢，对，完全没有，有点嗨。哦，这个怎么是猪？这是个跑跑机，哎，这其实可以给女儿啊，就它吧，就它了，这个好，待会就正好给女儿了。